我来到这里，驾驶着飞行器，带着好奇，想找寻故事里金色头发的你，目的地像笛卡尔的谜题，特别细有未知开的逻辑呀，过点距离悄然跨过丛林，玫瑰吻过的心，虚荣的脱帽致敬，他只对崇拜有反应，商人低头按着计算机，他一心只想收集更多信息。沿途的人忙着贩卖剧情，看过却又失忆，我也怀疑这一路的经历是否循规蹈矩，我还遇到一位流浪画家，在纸上画满了几笔线条不复杂呀，他没说话，眼神却闪着光，好像对我看上，他要我循声而去，在那喧嚣和光影里不再想破解那谜题的谜底，所以总是漫无目的的旅行。需要纯洁心灵才能够看得清，现在的我终于明白，其实根本不用教训，一直以来你都住在我身体，我就是你。